这两个皮肤很好。我会讲，那些半退化很多。还有，我55岁还有月经来的，整天痛啊也有了，瘦了很多很多，我将近200磅哦。Mdm Seah 哦，他是95个公斤的人哦。他服用了一年之后，由95个公斤，他跌到75个公斤，哇，厉害吗？So Mdm Seah, selama dia kasih potong ini selama 1 tahun, so kulit dia sudah cerah dan berat badan dia juga menurun dari 95 kg kepada 75 kg. Hebat. 可是呢，我们想讲说。55岁的妇女都不会来月经，可是我们的梅兰夏她还是有月经的了，所以你看她年轻吗？她皮肤很漂亮，很像她如果要摸梅兰夏的皮肤呢，到后面去摸，摸一次5块钱，来给我们的梅兰夏一个鼓励的掌声。